大家好，我是大维金辉钟表行阿 Wing。 Citizen 星神又有新嘢翻啦，就是这款 Super Titanium 的 Small Second 系列，是用了超级钛金属作为物料，再加上自动的机械机芯。手表直径是 40.5mm， 采用钛合金的表壳，所以手表的重量会比不锈钢轻大约 40%。 而今次的表面就采用了交错的纹理设计，并且在表盘上面加入了细秒盘，令到手表有独特的复古氛围。防水深度是有100米，搭载了星神的8系自动机芯，储满链大约可以行40小时。表带的设计也都配合表壳，是一个很简约的设计，很适合做一只日常的 daily watch。 而今次这款手表也都做了个透视底，可以欣赏到机芯的运行情况。除了刚才介绍的那只蓝面，还有这只湖水绿面、墨绿色面，还有这只碳黑色面，咁四只表面各有特色。表面上面的黑度、时针、分针都有蓝夜光。这个系列官网定价是4400元，咁我哋都有个超级的笋价俾表迷，有兴趣的表迷快啲上嚟门市试下啦。今集介绍到呢度，下集见。